张修为马上再把球转移出去，但是呢远端自己同伴没做好准备，再压两步，再压几步，还是穿的早了点，但是卡德利，卡德利挑射，哎呦这球，张修为啊，最后时刻、一个金敬道，一个张修为，这是真能跑，真能跑，张修为一直很能跑，抽筋了，两条腿在一起抽筋。其实在被禁赛之前呢，张修为的状态比现在还要好，对，现在他有点不太敢发挥，但是在禁赛之前发挥很有自信。金敬道厉害啊，这球啊，我们看又是突然后插上断球，就是他呢一直带球想把对方的人压住，然后再给塔尔德利分，虽然分的这球呢早了点，但没想到卡尔德利在跟这个裴帅斗脚底下捅快球的时候呢、他反倒这个球踉踉跄跄趟过来，没有了一个就是说相对规范的轨迹之后呢，让裴帅摸不到头脑，对，不好判断，最后是被这个塔尔德利很聪明的捅了一个传当球，就是球无规则的蹦跳之后呢，反倒使得防守一方判断不准，对，这错进。